厉害。对啊，蛮好。生物老师。那这个我因为 我女儿幼稚园老师上面做动物主题。对。我就说那个雷切的那太麻烦了，用纸的。这个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哈，因为铁件嘛啊，其实它结构上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嗯、对对，一上下啦。对，啊，纸张想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做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花了多少时间做啊？就刚做的、啊。这个刚做的，因为木头很新鲜。对啊，那个草来磨的有模有样哎，是立风车那一个。好了，这断掉了。帮他们准备一些奖品。做这个的话，大概多厚的木头？没有，这个是。